大三那一年我破全国之后才知道我其实我离奥运已经很近了。哦，有机会哦，这可能是个人最佳哦，86.64。这几年来的努力我觉得都值得了，因为能在自己的主场然后又创下佳绩，然后赵春又拿下金牌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了。